是很想他。说，要多少钱才肯离婚？说个数字嘛。钱钱钱，你心里只有钱。谢夫恩就恨我吧，也许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解脱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正式放弃八宝堂的继承权。是在耍我吗？啊！让我们一起下地狱。我需要你的帮忙，你不要用那种同情的眼神看我。他的突然啊，这样讲。我想要帮福恩重建一间一模一样的老家。太嚣张了，这些山老鼠！我一定要找到老鼠窝，到底抓你们！严先，感谢你配合警方这次诱捕山老鼠集团行动。这个组织是黑道背景，你确定你要亲自冒这个险吗？伤害福满山的人，我绝对不会让他逍遥法外。全部都是最高级的，哎，下次啊，我再找到好货，一定先通知你，啊，阿成，等下把货啊送到老板指定的地方，不要被人家发现，也不要留下证据啊。是啊。那些废材怎么办？那些处理过的废材很简单，全部倒在河谷里面，台风一来就冲得干干净净的，没有人知道。就是这一些冲下来的木头撞回大家的家。哦。
严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次出点差错，不小心啊带了一只小老鼠回来。救下来。啊，我记得你就是百年谢家的孙女谢福安嘛。啊，这女的不是你老婆吗？哎，难道你们是一伙的？你来这里干什么啊？这个卑鄙的小人在村长面前假装是好人，你花了这么多钱保险箱的东西你还记得吧？不会忘记我犯的错误，绝对不会再犯我相同的错误。如果你敢坏了我的事啊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好过了，知道吗？要小心一点。打算怎么处理他啊？他已经知道我们的地方了，所以他要跟那些废柴啊一起的。行动。买东西的，能闹出人命吧？你放了，这丫头没有处理掉会很麻烦的，所以啊，你放心，我们会办得很小心的。下去。别了，你身上已经有命令器，交出来。不行，不要给他，叫奶奶就白白牺牲了，千万不会给他。是废物，杀了你！活该啊！雪仙，把东西丢给他就好了，千万不要过去，这些人很狡猾的。就算东西给他，他们也会放人的。别废话，东西交出来！哎，我给。阿三，啊！放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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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先生的 GPS 定位呢？信号不见了，应该是他身上定位器摔烂了。谢小姐，别担心，我们一定找严先生的。我跟你们一起去。好，好，走。严先生，严大夫，严先生。大风，严先生，严先生，大风，在哪里呢？严大风，快！啊，大风，严生，大风，没事吧？严大风，大风啊，严大风。休息啊，严大风，严大风。啊，怎么讲？大风，严大风，严大风，是我啊，大风。谢小姐，你放心，救护车马上就来了。来不及了，不用叫救护车。麻烦把他送到我家去，我是他老婆，再怎么样我都要跟他在一起。大风。